时间嚟到5点钟。商业电台新闻报道。以交线大连播新闻。天文台凌晨4: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，强台风尤特横过南海北部，过去几个钟稳定靠近广东西部沿岸。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，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。尤特的外围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海域。本港今日天气将会转坏，有狂风骤雨，海面有大浪。尤特目前集喺香港东南偏南约49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18公里，大致向广东西部沿岸。国家海洋预报台预料，尤特会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喺广东阳江至湛江一带登陆。天气报告。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4:40发出，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。在上午5点，强台风尤特集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490公里，即是北纬18.3度、东经116.1度附近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18公里，横过南海北部，大致向广东西部沿岸。过去几小时，尤特稳定靠近广东西部沿岸，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，三号强风信号会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。尤特的外围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海域。本港今日天气将会转坏，有狂风骤雨，海面有大浪。三号强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，因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，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，请即采取各种预防措施，保护房屋和财物的安全，将所有容易被风吹倒的物件绑紧，室外家私、花盆以及可能被风吹倒的物件也应该搬入室内，请再检查所有门窗是否可以关闭，请将堆积在排水管和沟渠上的树叶和垃圾清除，低洼地带的居民应该特别留意这些措施。在受烈风和狂风影响的地区，应该避免在当风地点行走或工作。在高速公路或天桥上的驾车人士要提防猛烈阵风吹袭。尚未驶回避风塘的渔船应该立即就近找地方避风，请再检查甲板上的装置是否绑紧。下定时应该改用大楼，请留意电台、电视台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有关风暴的最新天气报告。在凌晨3:30至4:30，天文台绿岛、昂坪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49和48公里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4和56公里。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多云有狂风骤雨，稍后雨势有时颇大，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，海面会有大浪。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有狂风大骤雨，风势颇大，海面有大浪。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，相对湿度73%。几个钟头咧，尤特系稳定咁靠近呢个广东西部沿岸嘅。咁香港嘅风力咧就系正逐渐增强啦。咁我哋预料咧三个风球咧系会喺日间大部分时间系维持嘅。尤特的外围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海域了，本港的今天的天气将会转坏，有狂风骤雨和海面有大浪。由于尤特的移动路径和这个强度呢仍然有可能有所变化啦，就所以天文台都会密切注意住这个尤特的变化呢，去决定这个台风信号那个会是怎样的。在早上4:30至5:30，天文台录得横澜岛、昂坪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1、51和46公里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58、71和57公里。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，警报：沙堤以南吹飓风，香港以南吹暴风，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同埋海南到东南沿岸吹烈风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。天气概况：喺上昼5点，强台风尤特集结喺北纬18.3度、东经116.1度附近，
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18公里，横过南海北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。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，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，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间中达8级，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，后转非常大浪。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，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9至10级，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，海有大致非常大浪，后转巨浪。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，稍后转吹旋风达到12级，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，海有大浪，后转极巨浪。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，吹旋风12级，稍后吹南至西南风8至9级，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。云南渔养局站最新天气报告，云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，能见到13公里，黄茂洲吹东北风5级，澳门吹北风3级，能见到25公里，西沙吹北风3级，能见到20公里。上午7点，香港电台嘅邓志图报告新闻。天文台喺凌晨4点40分发出3号强风信号。天文台话，过去几个钟头有得稳定咁样靠近广东西部沿岸，本港风力正系逐渐咁样增强。3号强风信号会喺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。有得现时嘅路径不会直接吹袭本港，不会正面吹袭本港，但会密切留意是否需要发出更高嘅信号。而家嘅預測路徑咧，由特就係唔會呢個正面吹襲香港嘅。但係而家個路徑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預料咧，今日日間大部分時間咧，3号強風信號咧都會係維持噶。咁至於未來嗰、那個風球變化會點樣咧，就要睇下尤特嗰、那個當然個路徑同埋嗰個強度係嘅變化啦。咁由於佢個未來嘅路徑同埋強度咧都有變數嘅，咁天文台係會密切咁樣監察尤特嗰個情況啦，然之後先至決定咧，就未來嗰、那個即係咪需要更加高嘅信號㗎。天文台預測未來2日將會有狂風大驟雨，風勢頗大，同埋海面有大浪。喺3号強風信號之下，教育局宣布幼稚園、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埋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。3号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喺上午7点，強颱風尤特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，即是在北纬18.3度、东经115.6度附近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18公里，横过南海北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。在过去几个钟，随着尤特靠近广东西部沿岸，本港风力逐渐增强，高地和离岸海域开始吹强风。3号强风信号为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，尤特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。本港今日天气将会转坏，有狂风骤雨，海面有大浪。在早上5点半至6点半，天文台录得昂平、横澜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1、48和46公里。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、54和65公里。雷霆881新闻报道。现在是林志伟报道新闻。3号强风信号生效，强台风尤特横过南海北部。天文台话，过去几个钟头，随住尤特靠近广东西部沿岸，本港风力逐渐增强，高地同离岸海域开始吹强风。3号强风信号会喺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。喺上午8点，强台风尤特集结香港嘅东南偏南，大约系460公里，即系北纬18.3度、东经115.4度附近。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18公里，横过南海北部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。喺过去几个钟头，随住尤特靠近广东西部沿岸，本港风力逐渐增强，高地同离岸海域开始吹强风。3号强风信号会喺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。
有特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。本港今日天气将会转坏，有狂风骤雨，海面有大浪。喺过去一个钟头，昂坪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系每小时46同42公里，最高阵风分别系每小时58同50公里。在早上六点半至七点半，天文台录得横澜岛、大老山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0、47和46公里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57、59和58公里。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，多云，有狂风骤雨，稍后雨势有时颇大，最高气温大约30度，海面有大浪。展望未来两日，有狂风大骤雨，风势颇大，海面有大浪。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，现在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75%。